干杯！来，我们二来喝啊！来，喝啊！来，身体健康哈！恭喜发财！好，你跟老公说恭喜发财。在厨房的另一端，两个大男人在捡这个小公主掉下来的蛋。你好伟大哦，玉米，你伟大对不对？对哦。干杯！来，我们二来喝啊！来，身体健康哈！恭喜发财！你跟老公说恭喜发财。在厨房的另一端，两个大男人在捡这个小公主掉下来的蛋。你好伟大哦，玉米，你伟大对不对？对哦。你现在要做什么？锅巴虾仁，对对喜欢台湾现在五星级的饭店都吃不到，这个最古老的菜。哦，好，那你为什么会做？我本来就会做啊，每次请客我就会做。没有回答到。而且这个虾哦，是演羊的虾哦，不是那种养的虾哦，叫做电虾。电虾。整个东门市场只有一家，现在给我锅下的那个老太太已经80岁了。那天看到我是在想，哎呦老奶奶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我说你还在卖虾，80岁了还给我锅虾。你90岁都可以去买虾，80岁怎么不锅虾？你在听故事对不对？喂、嗯，大哥，喂，大哥。老娘要，真的要来大显身手，他的锅巴虾仁。小心！奶奶，那你不要紧张的。啊，我整个水要先擦干。奶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红萝卜和番茄汁。这个是新豌豆仁。豌豆仁。哇！先放虾子，用玉米的。嗯。黏黏。嗯。开大火吗？对的。那个，等一下再煎吧。小心哦，烫烫的哟，大家赶快坐好。好。芭比今天一起吃除夕团圆饭，对，很好吃。对，它跟芭比的一样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比你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对呀，好忙啊。一口接一口。真的是一口接一口。耶。好咸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要摆个 pose 啊？美女吧。棒棒。大家好棒哦！大家看我做好棒，他就这样做。是你教，你要弄水果吧。来，女儿们，来，最后再见。耶。是吧？来，祝你新的一年，幸福美满。那祝福女性的脸可以轻松的光，这个可以不光。光，阿公，来，阿公敬你，你的杯子呢？阿公爱你。阿公，我去拿你的杯子。跟阿公干杯！来，我们二来喝啊！来，身体健康哈！恭喜发财！你跟老公说恭喜发财！哇！干杯！干杯！嗯，阿叔，恭喜发财！阿妈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哇！奶奶，你要做什么了？要去贴贴给你的。哇！你要去贴年糕，奶奶就来接。耶！煎那个甜点糕，尤其不能给它碰到，碰到它会粘在里头，一定要离开。那你说蜜橘一定是要用小火去煎，就可以不用沾任何的粉？不会，对，奶奶一辈子煎年糕就不沾粉的。哦，你煎了一辈子的年糕啊？对。做小姐的时候，家里面来了客人，也是我煎年糕。嗯。啊，做一定是叫我去煎。然后要一直翻面，是不是？已经软了，就给它翻一下子。哦。哇，这个量一定很高。嗯。过年偶尔是一次。嗯。这个表面已经有一点点。嗯。在厨房的另一端，两个大男人在捡这个小公主掉下来的蛋。你好伟大哦，玉米。你伟大对不对？对哦。这个要很有技巧了，才有办法那么均匀。对，你要筷子吗？阿公的腰力很好，算了啦，又走了啦。再看看。
他有没有听到。嗯，那个煎这个年糕哈，一定你从小也吃得到嘛，有没有？不会掉掉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奶奶，你看起来皮肤好好哦。我奶奶的皮肤还不错。是因为你都用我的沐浴油吗？不是，奶奶啊，你要说是啊，天生的啦。那你要说你有用我的沐浴油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是是是，原来你是骗我的哦。是啦，所以用你的沐浴油用得很棒。来了，耶！这是婉婉的手工甜年糕，以及阿昼的厨艺，阿昼的功力。萝卜糕他们有。那你说外面的人都怎么煎？外面的人不是狗蛋就是果粉，狗蛋。是这样子啊？果粉、狗蛋还是狗粉？哎，每次都这样。阿昼，对啊，阿昼说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啊，好，恭喜发财。谢谢奶奶。跳舞，玉米跳。有哎、欸，然后呢，摆个 pose， 耶！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开心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。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